眼，你总是无声，只落在深入睡觉的夏天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我的手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诸葛四郎和莫非丹，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？隔壁班的那个女孩，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？嘴里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，心里数年的童年。总是要等到睡觉前，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。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，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。一直关在你自己，老师说过成绩难买一卷光阴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迷迷糊糊的痛。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？没有人能够告诉我，山里面有没有出现神仙？